侪是拿杀出个事体，每下当当公差文官范吉吉，南京去告嘛清朝，上为民申冤。哪下子问？现在真清朝来着问，那位硬的嘞，来呀、啊！四城门紧闭，那硬的。哎呀，我不硬嘛，你大要城门紧闭的呀，一样有的不理硬。落得我西岸叫越南，你都越是缺乏证，我真正不退来，哪位不能想得出，为要来个当堂联姻，哈哈，这个联姻哪里呢？联姻呀，姻也报了后里山呀，你都是真清朝，这可因黄金周呀，虽是后里向上三年三夜嘛，不要紧管，这个就叫真金不怕后。你个口头面个双个人，拉住于怎么样？非要说抱了后里山，谁是放了身浪下嘛？还要养他个样？哎呀，我不讲当然理应嘛，你还要讲呀？有的不理讲，落得我先讲；要不理讲，当然理应嘛。我讲为何今朝理，总说为何都不是个一鸦片？看上去只有死路一条在，难当还手还在，组织清朝，计划威风，来呀，来呀！我算啥个名堂？跟了那个旁边做那个佣人，一日到夜扎扎扎么扎啥块，但结果还要杀。你杀我不杀，要杀大哥一条杀，这个就叫大哥。一步，我还要大高一步，老兄啊，想想白发娘。哥们，你去弄点酒来，吃吃口娘。你胃口干啥？西大林的，你会吃多了醉呀、啊？所以是要西嘛，要吃包子了西，免得西子比我杀猪。好。这乃朋友一场，今朝真定白难吃，我去拿醉酒。你放心哈子，你是朋友，我总归不难做，办啥局？我不难做，我无啥局。有痛共啊生。月光里呀、啊，下雨冲啊进，歌声很细呀。十字架今日无情，生啊亲，受两百姓一身房，两朝廷心情好差，哎，爹爹妈，你多个儿子闷在哈呀？杀头贼，老弟呀、啊，吃的哈皮，我母女，四米八围，难看。Thank you.
要相公今朝见。女难生子呀，为君子。老兄啊，来了讲啥么子啊？有一个人精囊妙计，为主金嘴神。来了做梦，为主金嘴神了，要么为主风度人。啊，兄啊，来想想办法呢。哎，我的呢，弟兄一场，喏，今朝子通通夸夸的呢。割他几杯老兄啊，你做啥家？你做啥？哎呀，我那梦里想啊，也是啊，我从茅山窟窿里把人家烧来着呀！喂，办法来着，办法来着，来看呀，来看呀，喏，这啥个办法？你不晓得看好，就是尽快登京。我得和你讲清，我对两家老金装官司辰光，让他扎打一条，你比讲的我比真的着哇！妹姐，你再来一来。那你看见？哎，尽快登京，就是我讲清，让他扎打城里混乱辰光，两面一条，你比讲我比真，就是我眼睛里什么老母鸡逼啊！哎呀，我们当上了，没法嘞。你想呀，省会真清场，礼不是哈子呀，公堂之上谁是人，礼都不是西人呀。我当年想着上个汉白法，哪会不能想这个做短命白法？哎呀，当心后座，一百法啊，也有白法，三个白法。那鸿门进心，哎，要让李应的辰光，你只要来嘎包一声，把马放手，趁了混乱的辰光，看虎门，我得扎打一。叫老母鸡比二，好，现在看来，这个最后一张棋子噻，最后一条路，这么说啊，要应归内负责，报时候要内当心，这个人叫大家一步。